好，现在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拿一个这个针，从这里面拿出来，那就是这个是把针放进去的，放进去之前把这个要转开，转开之后呢，这个针这边有个圆圈，拿这个圆圈的地方。那把这个头往里面插，你听了咔啦一声，插进去之后转一圈，就拿开了，这个针就出来了，不要碰到。那再把这个盖子放回去，小心不要扎到手。然后要扎之前，先要把这个往后拉一次。然后现在就准备好了。嗯，侧面侧面，啊，你揉一揉就比较有血出来嘛。真的要扎？哎，真的扎。那他那个消毒的不管了。嗯，没有关系。然后。这个放好之后，就按这个绿的。Is length good? 好，出来了，血出来了。嗯，就血不够。嗯，然后，那扎完之后呢，嗯。就把这个盖子再打，转一下，打开。嗯。这个针头嗯。嗯。插在这个。这个圆圈的地方，嗯哼，往上插，用力插一下，这样子扎上去了。然后要丢掉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摆这个上面，这个往前推，推很，推到底，那个就掉进去了。然后再把这个放回去。Do you want to show a pretty new one? 嗯哼，好。Okay.